嘉文，是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拄则伫个走廊拄着郑浩，伊规身躯拢是伤，伊直直只只做借口的，我看了真正就唔甘的。现在我，即摆总共，我无得上台表演啊！ 不过这间答应要表演的代志啊，这么我都临时取消，啊，你今麦讲你感觉无法度上台表演，到底是变安怎？今麦你的慈善表演马上就要开始，今麦就用普通话来欢迎吴嘉文小姐为咱准备精彩表演，欢迎。我是你的。 去听红包场的时阵哦，真流行弹红包，代表是捧场。想袂到咱看守所这边，竟然是流行弹千拖，代表是捧场的意思。无啊，恁啊，这位大哥，小等下娃娃笑的时阵，麻烦你甲你倒开箱哦，把蛋给我，安尼我转去厝的，才有法多穿一箱嘛。 这样这位妹，真的啦，今日哦，本来是大家拢要看这位美女唱歌，也毋过是头一遍看到现场遐尔侪猛男踮要遮，伊会紧张，伊会害羞，伊会怯场啦。无安尼，等伊哦勇气重建了后，我再请伊唱歌给大家听。即马，互我先来为大家带来一首《城里的月光》，安尼敢好？看守所的长官。 多谢，斯巴赖帕加帕加，哦，安尼气氛会较好啦。对对对，多谢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亲手叩他身旁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 你是歹人，你是歹人，你莫过来。莫紧张，你咪想要跟咱厝的，我就是来甲你斗相共，让你紧转去厝。你是安尼要甲我斗相共？你是歹人嘞，我迄天是心情歹，或者去对你去脚动手的。 妹啊，我想想，安尼对你嘛真袂得过啊！你要看，等我即马特别来甲你斗相共，我就是来帮助你紧转去厝的啊！阿妈，无想要同意哦？啊，无来，你哦，我来考驾好啊！你要变同意啊？来来来来！我袂，我袂同意，我袂同意，我袂同意，来啦！这回你，带边安怎走，我拢替你维护啊！你照这顶关行。 等你冲出去了，先倒啊，搁正哇，尾啊你就直行，行到一个停车场，你看到一台车，啊会记哦，停车场有一台车，啊你就要去车后倒，伊数到一千，你就当等伊出来，安尼听有无？较等下我就去出去，啊你会记哦，数到十冲出去，数到十哦，哦，会记哦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
7、8、9、10。嘉文，有一个歹消息，我一定要跟你讲。就是本来想要替张正浩拍官司那位律师，伊怕是无要接这 case 啊。为什么杨勇不爱接？我有探过口风，听讲是江宏杰用高管的介绍聘请伊去做法律顾问。我伫咧想，如果江宏杰在咧变鬼啊，要让张正浩去用破东西。江宏杰真正就卑鄙，志文。那恁今麦咱雄雄是要去倒位找会当信任的律师啊？敢会当拜托你，搁跳找看卖，还是毋是有律师会当替正浩拍官司？其实咯，拄则我想到一个人啦，严格伊个风评是委外客户迄边吼听过啦。啊，到底是安怎？是毋是适合也毋知影，从来都冇合作过。严格听讲哦，伊个官司真厉害，伊有特别赢，不择手段，而且伊个赢几率咯有啊高些。严格哦，伊需要费用哦无俗，而且受过细 case， 伊个不爱接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只要咱的介绍会当让伊满意，伊就可能接咱的 case， 对不？只要咱和正浩斗三工，不管偌济钱，我拢愿意。志文，我当拜托你替我找这个律师的联络方式，让我来跟伊联络。嗯，嘉文，安尼我知影，我再来跟伊联络，啊，看联络到安怎，我再跟你讲。嗯，拜托你啊。他拄仔清点人数的时阵，敢若有一个华人无去呢？张副警察过来。嘘。正好，我跟你讲，你先倒好，等你困一醒，喊就告诉我，袂用出声哦。是你，李露，拄仔我替你解围，你拢无必要死啊！多谢你啊，多谢你来跟我斗三工。就安尼尔哦，哦，早知影我带只，翘脚看你出错就好啊啦。那安尼，你希望我哪表示？我看你遐尼会唱歌，人阁洗了水，不如我。别误会啦，我是要坐你的顺风车，你才顺便唱一条歌给我听，安怎？啊？不过，我看你应该是在赶时间啦，紧开车啦。其实哦，你即摆已经会当开始唱歌给我听啦。唉，歹势啊，我即摆真正无迄个心情唱歌。嘛对啦。你若毋是哦，心肝乱糟糟，拄仔食当要台顶嘛袂安尼啊。袂要紧啦，那安尼我听电台应该用的吼。你到底是毋是住伫遮附近的？是啊。我若感觉你伫带我咧踅来踅去。我会带你安尼踅来踅去哦，是因为咱后边有人跟踪。卖回头，继续开。是倒个车在跟踪，即马刚刚在甲咱追。
无啦，我是咧甲你讲耍笑的啦，你遐尼紧张创啥？好啦，各位头前开口才讲笑，你就会当我边啊。你要去警察局？不是我，是你。也不过，你若是要我陪你入去自首，嘛是会用的啦。自首？你讲这什么意思？你若是即马就带张正浩入去，甲警察自首，安尼还阁好处理。若是等到张正浩去用发布通缉，安尼恁两个人就代志大条啊。你哪知道正浩的代志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想要创啥？我就是你即马伫找迄个爱钱也过爱性命的王牌律师，嘛是张正浩即马唯一的救星。我叫钱进，请多多指教。你阁有心情啉咖啡哦？我看哦，你是存心要甲我害死的。阿姨，你讲话要凭良心嘞。阿妈是因为听你讲的话才会昏气，哪会当怪到我头壳顶啊？你这查某是有够夭寿呢！那不是你逼我，我哪会讲出延禧死去的代志？就是阿妈昏气啊，今麦清凉甲珊珊吼，拢甲我骂死啊啦！今麦林家无一个人谅解我啦，甚至吼阿妈之前的头一句话，就是吼，伊一万吼拢会反对落去啦。黄丽玲啊，就算延禧死去哦，阿妈赶快袂让你入人家的大门啦！你这摆吼是食紧弄破碗啊！我看哦，你上好趁早死心嘛。在我甲天丁结婚之前，绝对袂当让阿妈出来阻止。你若是要跟我斗三工，我就家己动手。啊，不过后果你爱家己承担。什么叫后果我家己承担啊？你做的歹代志，要落在我的身上哦。阿姨，你已经有火啊！阿麦卡袂着，都安尼气噗噗。若是到时阵你中风哦，搁要怪伫我头壳顶。总讲一句，你家己爱想清楚。你若是要家己动手，阿妈搁会当留一条命。你若是逼我叫人动手，万一出啥物意外，甚至留出人命，我是袂负责任的。黄丽玲！你当作姚明珠真是假人？你当然嘛惊，因为你就爱林青龙的。姚明珠，你若是无想要母甲家己一无所有，最好莫跟我避免。我若无，我若是死啊，我嘛袂让你活甲好好。是你家己爱加油，去甲家小带入门。妈，我才拄开始，你免真紧张。拜托嘞，你真正足浪费嘞！你爸爸才像你这年纪，让查某朋友来交几个啊啦！你到即摆才开始呀？我就无想甲爸比。你袂当输伊啦！你爸爸迄一夜情、两夜情哦，卖算哦，迄干那结婚就要结第二届啊呢！啊，你爱跟会着伊？妈。是啦，我咪是叫你加娶几个人，我意思是讲哦，迄亲像家秀啊，遮尔啊优秀、遮尔啊水的人，你啊赶紧哦，好好把握。啊，妈妈过去哦，都无法照顾你啊。啊，即马你已经大汉啊，就算讲我想要照顾你，你嘛无愿意。啊，不过即马已经有一个真心介意、爱当互相照顾的人啊。妈妈嘛看会出来，你甲家秀真正是会当互相照顾对方的迄个人。我知影，不过家秀嘛是经过真侪感情受伤的人，但是要讲到结婚，阁需要真侪信任，才有法度行到迄步。无怪哦，你了袂着伊，原来伊的心中有足侪伤痕的哦。安尼好啊。找机会，妈妈哦，甲伊开讲一下，我会当化解哦，伊心肝内迄个伤痕。啊，毕竟妈妈的感情上嘛受过伤害啊。妈，你真正足爱我，万一提过去的伤来甲家属讲，
我给你一个好心呢。啊，就算讲我过去的伤痕，啊，大家都嘛已经知影，我有法度面对啦。